你说他的姓孙，你挺孙颖，我不会听啊。你不会听，我也不会听。那写的这么白，这不这？折吧，我感觉是输了。那我折了。这熄火真不错。这么多也吃不了啊！我有办法，咱们把它做成丝瓜枣豆，这样的话放的时间很长。你也不会皱啊！哎呦，我不会皱的，你就赶紧帮我掰吧。丝瓜成丝，你不能慢点借我一斤水啊！你不会隔远点，一天天事儿事儿。再来一个。把它们冰镇一下，吃起来啊，绝对好吃。你一天到头不寻思帮我干活，就知道那么吃哈。我先开个窗啊。赶紧的，我就想吃食物。我饿好不好啊？阿姨，这食物太大了嘞，赶紧给我干活啊！那给你啊。啊，是的，挺好吃。好吃。好了，你继续吃这一单啊，我得去跳高头了。啊。你怎么得接到什么时候？要不然呢？你帮我接。我不行，我头晕。那你就一边待去。加水泡它10个小时。那么得泡这么长时间啊？我得泡软它嘛，要不然吃起来不能给你把牙磨掉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再来一瓢。方便做个微信怎么样？一般般吧。冲你这来就听不到什么好话。行了啊，别耽误我发面煮馒头。不是煮西瓜豇豆吗？西瓜豇豆的灵魂搭配就是馒头。哎跟你说你也不懂，算了，别去。醒吧，40分钟。你这发烧完了？我这都准备下锅蒸了。阿姨，豆子还行啊。必须的，小火吧。好。你看看，阿姨挺好啊，这馒头。那是，好好的黄豆我已经蒸熟了，现在咱们吃丝锅。老董，我一会儿吃完了，你得给我挑丝锅种啊。那我得挑到什么时候啊？没事儿，我不着急啊，你挑到什么时候，我就什么时候挑。你真是把大难题交给我啊！谁让你是男人呢？汽锅烧鱼，花椒、八角、香叶、姜片、山菜、叶葱、香菜，倒入黄豆。倒入丝锅，李浩东啊，为什么这丝锅鱼都没把肉抠出来呢？太多了，我得抠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净抠少几了。那咱要肉出来发苦啊？苦也好吃，我就爱吃苦的。俗话说得好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豆豉、冰糖、蒜蓉酱、甜面酱。挺香的啊。当然了。不过你做的太少了。就这一锅，我现在就吃完了。这吹牛，我这可是做的半年的。我饭量大，我一顿就吃四个大馒头。吃饭你干一滴，没人干一滴儿。已经好了，我们倒上报纸吗？李浩东，吃饭了。李浩东，我感觉我今天这个馒头是个大底儿。那你得胖死啊，胖的没人要，到时候猪看见了都得嫌弃的笑。那没事啊，就算我再穷再胖，爱我的人也不会嫌弃我。哎呀，说的挺有道理啊。